拦开的，我要刺穿他们，总不能在我野区开的吧？ 我总感觉这男枪鬼鬼祟祟躲在旁边，兄弟们。青钢，你来回到作业。行，偷他30块。 他那往哪走？好，这样很舒服。他吃下游戏，我吃他 F6，赚的，赚的，赚的。他可能也以为他赚了。 两个韩服号都被冻了，兄弟们，在等别人解，解了立马打韩服，都被冻了。风女还跑到上路去，疾走风女，骚，很骚，他是要帮男枪控虫子。 推线呀，推线呀，兄弟！这干啥？你看这，你看这个人还在干啥？我操！好好好好好。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，真的有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我操！他们绝对不会看到我。没事。 对面风女打得不错。
节奏带挺好的，三五六，又跑到上路游走。 哦，单杀了吗？风女搁这干啥？哦，在这等整小月是吧？ 风女应该又来了，哎，你说这玩意真不好打，阿风女一直跟着这男枪。 Niko 九级有大，我觉得这波，他不来，不来就拉倒，好吧，都过都过来了。这个世界因为无穷。 风女没死，还不走，那就自己看着办啊。风女没死，男枪好像没交上，还没死啊。 哦，男枪这波应该要去下了，等我来吧，我都不想救他，说实话，这哥们，男枪没死。 想呢，吃野怪吧？为啥不打？不要问为啥不打韩服，兄弟们，两个号都被封了，再等解封，解封出来第一时间就打，好吧？先看一下打国服吧。 血量太尴尬了，我要 AQ 惩戒就刚好拿下。嗯、
他过来一个 AQ 城，被他给斩杀了，到他斩杀线了。皎月应该会来中路支援的，看能不能把皎月。走吧，没有来支援。没来支援，其实这哥们肯定要吃塔皮，虽然说没大啊，没大。看看他九级点燃，哎，有可能会被反杀。先打他一套吧。好，回家。哦，那个解封韩服的刚睡醒，我赶紧说兄弟，他不解吗？没号打了，应该很快就能解了。他说他刚睡醒。打韩服说都被冻了，都被冻了，人家刚睡醒啊！现在不帮我解，我打完快的话，打完这一把就可以打韩服了。说了，只要没打就是被冻，好吧？我会打到四月底的韩服。不打就是被冻结了，就不用问兄弟们，只要没打就是两个号都被冻，有一个号我都不会打国服，不用赢，就四月底之前不用问，知道吧？你看到我在打峡谷国服就是被封了。这谁敢救你啊，我操，剑姬还不走，漂亮！负一的螳螂厉害，我这个赛季负一螳螂400分。不否认你啊，兄弟。但是负一的话，就是你的意思，你是说负一，还是说进化一啊？负一技能就是负一，不负 W， 这个我不认同，兄弟。你他妈负一的螳螂，你不负 W 吗？啊？负一就减冷却时间，真都假都啊，兄弟！负一，我刚刚以为你说的是第二个进化一技能，你负一技能吗？主 Q 负一，不行吧？好，已经解冻完毕，3000块了，兄弟们看见没？这就是3000块买全英雄的号的，人家真的解了有点快的，就他刚睡醒，2分钟就解好了。小龙放了呗，我每次拿龙都一个人都不来，现在3条龙。抓不皎月了。
打完这一把就打韩服了。这个就算了吧，但是我要打骚扰你一下。这个位置没放好，对吧？尴尬，得走，这波得走，状态都有点差，没技能了，该撤了。谢谢玉的超分卡，谢谢。今天几号了？17号了，要加加班了，最近要真的要加加班了。韩服在哪买的？你要不要买呢？我把我买这个号推荐给你，非常靠谱，安全靠谱，就是3000块钱一个号，这个。3000块钱全英雄，然后这个包解冻啊，包解冻，包解封。你要买我就号，我这个哥们号不会出大问题。你要买我就推你，不买就算了。3000全英雄啊，3000的是全英雄，然后那个包解冻。有兄的靠谱是吧？被封不是跟人家没关系啊，谁的号都被封，好吧兄弟，职业选手的号也被封，这是被动。不要打，一定要先杀人，知道吗？你看，你看，这要打龙就炸的碎碎的了。这打不了，因为没人扛得住，你知道吗？你硬打的话，这波不行了。掩护一下他，好，青钢也没弄他就算了。我是学生，能送我吗？不要逃避。得直接交技能，兄弟们，我不知道他青钢有没有大，知道吧？他万一有个大一筐，完了 ，BBQ。剑姬上头了，烟雾弹位置卡的挺好的。
他们俩来不来？应该不会来了。男生、风女双闪，准备。打得太稳了，玩螳螂你还要怎么样，兄弟？ 打龙啊！都不知道扛一下，兄弟。Niko的分身呢？扛。 在我下野区啊！好像阿玉还可以。 中了没线，断下线吧。来，好像有说法。一波了呀，铁铁们，还不舍得拆呀？
好，可以。好，韩服解了，走走走。